在我们结束约翰一书之前，要先来谈一个很难的主题，那就是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有几段话看起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样子。有些地方约翰他认定基督徒一定会犯罪，有些地方则说基督徒不可能犯罪，因此很多人感到不解。比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上帝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上帝生的就不可能犯罪。各位，真的吗？这表示在座有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犯罪了，你敢这么说吗？该怎么解释这句话呢？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很绝对，若从上帝而生就不可能犯罪。但是第一章却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基督徒，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他怎么能说我们不可能犯罪，又说如果犯罪可以怎么做？好像有矛盾是吧？先来看看这节经文，虽然我们还有一两节经文要看，但是这节经文最叫人困惑。我们对这节经文有大问号和小问号。大问号是这节经文所说的是真的吗？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说基督徒不犯罪，接着又说基督徒不可能犯罪。这是因为上帝的种的原文是指精子，种的原文是精子。这里说上帝的种在基督徒里面，所以他们不可能犯罪。请原谅我在大纲上面玩了文字游戏。有人说只有傻子诗人才会玩文字游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喜欢玩文字游戏，请各位别介意。我们来举手表决一下，各位如果同意我下面的话的话就请举手。基督徒会犯罪，大家都同意，这一点没有疑问，非常确定。基督徒一定会犯罪，在座有多少人同意？基督徒犯罪的话，跟蒙召的身份不相称，基督徒不应该犯罪。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呢？基督徒不能犯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犯罪。多少人同意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犯罪。大家好像越来越不确定了。好，下一题。基督徒没有犯罪的借口，我们不需要去犯罪，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这一题大家比较确定。罪的观念根本不适用在基督徒身上，我们基督徒不犯罪，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最后一题，基督徒不可能犯罪。最后两句话没有人举手支持，却偏偏是这节经文上所说的，真有意思。所以你们不同意圣经的话？好，大家都在笑，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怎么回事。这节经文说我们不犯罪，因为我们不可能犯罪。在座没有人举手同意这句话，你们不太确定这几句话，却明显不同意这几句话。现在我们要来抽丝剥茧。首先我们要看到这里有几个条件。为什么约翰说我们不犯罪，又说我们不可能犯罪？首先是因为我们是从上帝而生，这是第一点，我们是从上帝而生。第二是因为上帝的种存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种在原文是精子的意思，很强烈的男性比喻。但是只有这两个因素吗？各位认为只有这两个因素吗？一旦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节经文，那么就会看出还有第三个因素。这句话不是绝对成立的，而是有条件的。
绝对成立是放诸四海皆准，有条件则必须要条件符合才能够算数，了解吗？请看上面有一节经文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句话改变了整个情况，开始有了不同的含义。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希腊文，你必须懂希腊文才知道我讲的对或不对，如果不懂，那就只能够相信我的说法。这里的动词词态很特别，叫做现在继续式。希腊文的现在式动词不只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而且还有继续进行的意思。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他乃是说持续祈求就给你们，持续寻找就寻见，持续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连有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完全被误解了，因为这节经文也是用现在继续式动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信他的永不灭亡，反持续得永生。这有没有改变你对这节经文的了解呢？不是信一次就可以得永生，而是持续相信才能持续得生命。所以约翰一书这节经文应该是持续活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会持续犯罪。这里的活在和常在一样，我是真葡萄树，常在我里面就是持续活在我里面。刚刚大家不太确定的这句话，其实在上文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持续活在基督里。如果这个条件成立，那么这句话就成立。持续活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会持续犯罪，也不可能持续犯罪。如果不活在基督里，这句话就不适用。各位可以了解吗？如果天天活在基督里，就不会持续犯罪，就不会持续那不好的习性。这习性会被打破，对吗？你会越来越进步。约翰在这里谈到怎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没有持续活在基督里，灵命没有进步的人。这种人没有进入这个应许。我来读一两节经文给大家听一下，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持续犯罪。凡持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这节经文在新国际本是这样翻译的，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继续犯罪，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如果活在基督里，你就会进步，你就会得胜。你和基督的关系是让这个应许成立的条件。希望这样讲你可以了解，因为如果单独引用这节经文，连你都无法同意。你们刚刚还否决了圣经的话呢。我向你们引述了一节经文，结果没有人同意是真理，你们还都是基督徒。了解我的意思吗？可见，光看一节经文，不看上下文有多危险。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整卷书信的前提都是基督徒一定会犯罪，但是不会一再犯罪。希伯来书说，罪得赦免以后，若一再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赎罪祭可以献了。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犯了罪一定会知道悔改，活在基督里的人会想要悔改。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是痛恨自己犯罪，对吗？你不喜欢犯罪，你希望自己不要犯罪，解决之道就是持续活在基督里。各位对不对？持续活在基督里的人不可能持续犯罪。
就是不可能。希望我这个说明够清楚。不过第五章还有一处经文谈到基督徒犯罪，情况非常的严重。第五章这里说，看见弟兄犯罪时，应该尽力去帮助他悔改，这样的话就可以拯救这个弟兄。但是接着他说，有至于死的罪，犯了这种罪的弟兄就不必为他祷告了。这很严重，圣经一直在说，人有可能在信仰上后退到无法回头的地步，有至于死的罪。我们需要认真看待这些严重的警告。希伯来书讲得最清楚，人有可能走到不能再悔改的地步。约翰说，若有弟兄犯了这种罪，就不必再为他祷告了。这当然是指他没有活在基督里，他已经脱离了真葡萄树，不再和葡萄树相连了。把约翰谈基督徒犯罪的话整合起来，就会非常的明白。但是如果只看其中一句话，就会失去平衡。比如只看那节经文说，有至于死的罪，犯了这种罪的弟兄就不必为他祷告。你如果只讲这个，会让会众惶恐不安的，深恐自己也曾经犯下不可赦免的罪。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只说弟兄若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只要认罪就可以得赦免，这样会让人以为继续犯罪无所谓，反正上帝会赦免，这样是不对的。介于这两种极端的是这节经文，凡活在基督里的人就不会继续犯罪。各位，两边要平衡，要把约翰谈基督徒犯罪的话整合起来看，态度才会正确，不会紧张兮兮的，或者是安于现状。你对上帝会有适当的敬畏，帮助你持续活在基督里。希望这个说明对你有帮助。我不敢说已经解答了你们所有的疑问，但是总而言之，基督徒犯罪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上帝是光，我们就要行在光中。如果上帝是爱，我们就要行在爱中。如果上帝是生命，我们就要活在他里面。好，我们谈完约翰一书了，接下来要谈约翰二书跟三书。我要用一个不太寻常的开场白，我要先谈男女的不同。这是上帝造的，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让男女互补。叫人惊叹的是，男人的优点正好和女人的缺点互补，女人的优点也正好和男人的缺点互补，男女互相需要。我放这张好笑的图是有原因的。当我谈到男女的不同，我是指圆圈当中一般的男人和一般的女人。但是男人的特征有一个范围，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一般男人，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一般女人，女人特征也有一个范围，所以男女的特征范围会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所讲的一般特征会有例外的情况，比方说如果我说男人个子比较高，女人个子比较矮，这样讲没有错吧？我想在座的确有些女人个子比我高，可是一般而言，男人的个子要比女人高，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因为某个例外的情况来指证我说错。有些男人具备女性的特质，有些女人具备男性的特质。人本主义者错在认定人类只有一种特征范围，里面有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和混合特征，好像男女都一样，这样不对，男女有别。但是两种特征范围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也有极男性化的男性和极女性化的女性，像是席维斯·史特龙就在那一端。
而玛丽莲梦露就在这一端，有两种特征范围，中间有重叠的部分。在这重叠的部分，有许多男人想变成女人。我们国家有25000个男人已经变成女人。国家的健保提供免费的手术，造成了很大的性别错乱。也有很多女人想要像男人，背后是一股强大的女权力量。上帝把男女造得不一样，我们需要了解男女的不同，才能够了解约翰二三书。你相信吗？因为约翰二书是新约圣经中唯一写给女性的信，而几乎相同的约翰三书却是写给男性，内容相反，但是主题相同。因为一封是写给女性，一封是写给男性，男女大不同。我们来看看男女有什么不同。男人的外表有棱有角，女人的外表像曲线，是不是很明显？可是在场有一些男士像曲线，有一些女士则是有棱有角。男人喜欢分析，女人喜欢凭直觉。我太太的直觉判断会跟我研究6个礼拜的结论一样，这点我实在不能平衡。可是大多数的女人，她们确实有很强的直觉，而男人则喜欢坐下来分析研究。男人的想法比较抽象，女人的想法则比较具体。男人想的是概括性的事，女人想的是细节的事。女人想的是细节的事，女人他们会想要知道细节。再来是男女两大不同点，男人以目标为导向，生活必须有目标才行，他们不断地为达成目标而努力。可是女人则是以需要为导向，男人的成就感在于完成他的目标，女人的成就感在于满足他的需求。接着这一点是男女最大的不同，男人对事物比较有兴趣，女人对人比较有兴趣。几个男人在一起会讨论机车、汽车等等东西，可是几个女人在一起会谈论他们的丈夫。男女彼此需要。我再举另外一个不同点，虽然其实好像不太相干，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男人在生活上可以切割，男人可以把理智和感情分开，但是女人却无法切割自己，所以男人可以同时爱几个女人，但是女人一次只能爱一个男人。这是男人需要面对的一个试探，女人需要了解。有个太太发现丈夫外遇，她对丈夫说，你不爱我了。丈夫说，我爱你啊，这是真话。但是太太就是不明白，男人可以切割自己的理智和感情，但是不能拿这个借口去犯罪，反而应当要负起管教的责任，因为他们可以切割理智和感情，所以比较能够客观地面对需要处理和处罚的情况，了解吗？我支持死刑。有人问我，你能够当那个行刑的人吗？我说可以，但是我不会要求太太这么做。所以上帝赋予男人在家庭和教会中的管教责任，我们在弟兄特会中都会谈到这个部分。因为男女有这个不同点，所以男人比较关心事实，女人比较关心爱，无条件的爱。男人的危险是太重视事实，不够重视爱。女人的危险是不够重视事实，可是却太重视爱。了解吗？约翰二书和三书所谈的正好符合这个特点。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两卷书信。以上只是概括性的背景介绍，讲到约翰二书、三书的主题。这两卷书信很短，只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一张沙草纸的尺寸正好是 A4 的大小，就像
各位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两封信都谈到待客之道。待客之道在初代教会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在各地不是很受欢迎，所以基督徒出门在外必须互相照顾，而且常常有外地的传道人来教会侍奉，教会需要听自己的传道人讲道，也需要听外来的传道人讲道，两者都需要。有些教会只听自己的传道人讲道，从不听外来的传道人讲道，那很危险。有些教会一天到晚请外面的传道人来讲道，自己的传道人却讲得太少。但是从新约圣经可以看出，除了教会内的传道人，还有从外地来侍奉的牧师、教师、先知和传福音的等等。初代有一份基督教文献警告说，先知如果在同一个教会待三天以上就是假先知，很有意思的看法，因为先知若在一个教会久留会带给人负担。晓得我在讲什么吗？如果有先知在你们教会久留，你们就惨了，他每个礼拜都会不客气地发预言，上帝说这个，上帝说那个，听久了反而会麻木，这种情形会很危险。先知需要到各地侍奉，传福音的需要到各地侍奉，牧师和教师需要留在教会侍奉，所以传道人必须做个选择，不能又要牧会又要出外讲道，这对教会不公平。很多教会群龙无首，会众从来不知道牧师什么时候会在。各位，我们需要听自己的传道人讲道，也需要听外来的传道人讲道，尤其需要款待从外地来侍奉的传道人。常有人问我要住旅馆还是接待家庭，我总是回答接待家庭，可是必须要找对人。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问，你的意思是？我说我给你们两个字，我只有这个要求。各位，你们觉得是哪两个字？就是真实、真实。我请他们帮我找一个不做作的家庭，我别无所求，只要求真实不做作。各位，我们不要期待给外来讲员好印象，或期待讲员给他好印象，我只要求一个真实的家庭，这是初代教会常见的情况。约翰写这两封信纠正错误的待客之道。第一封是写给一个女士，第二封是写给男士，因为这个女士太好客，而这个男士不够好客，这是两个典型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功课。我们自己也常常会犯这种毛病。这个女士的危险是太有爱心，不懂得分辨真假，她连不该款待的人都加以款待，她太好客，太容易心软，她来者不拒，全都接待，她款待了不该款待的人，所以就被人利用，把错误的教导带进教会。约翰以祖父的角色温和地责备他说，你忽略了真理，被人利用，把错误的教导带进教会。在这里我想由衷地提醒大家一件事，有些妻子在教会里过度地热衷侍奉，还有追求真理，却没有丈夫替他们把关。这种情形我看过很多，我劝所有做太太的，不管你看什么书，听什么讲道，都要跟先生商量，让先生来带领你，来帮助你，不要照单全收。女人容易感情用事，所以需要让理性来掌控，这是我的一点分享。各位，记不记得提摩太后书谈到寡妇和意志力薄弱的人容易听信错误的教导，这些妇人没有男人的保护，因此在真理上被误导，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才会提到妇女不该教导圣经，他说连夏娃都受骗。我要补充一下，夏娃被骗的时候亚当也在场，
但是亚当却一语不发，这实在让我以难忍为耻。创世纪三章说，撒旦跟夏娃狡辩的时候，亚当在场，但是他却一句话也没说。我在电视上看见记者在访问遭遇苦难的夫妻时，都是谁在说话？做丈夫的往往呆坐在那里，但他应该保护妻子才对，应该要负责发言呢。可是他却把责任丢给妻子。我必须指出男人的不是，因为应该要公平。约翰二书中的这个妻子擅作主张在家里聚会，也许丈夫说没关系，你们聚会时我到别的房间去。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很多丈夫为求耳根清净，不敢跟妻子据理力争，反正家和万事兴，不是吗？他说，我不介意你去教会。其实他很介意却不直说，所以这个妻子把家里变成教会，对所有自称是圣经教师的人来者不拒。他说，欢迎来住我家，今天晚上一定要在我的家庭聚会中讲道。约翰说，这样不对。他说，爱心和真理都要兼顾，你必须要先确定这个人教导的是真理，才能让他进你的家门。但是第三卷书信所讲的则是反过来的危险。约翰写信给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很保护自己的教会，他不肯接待外来的传道人，拒绝他们。这是相反的极端。这里的危险是太重视真理却忘了爱心。这个男人他自以为对圣经的认识最正确，没有人像他这么厉害，所以他紧闭家门。这个男人他的心态十分刚硬，他的门关得太紧，甚至连好的圣经教师都会吃闭门羹。他们本来可以带给教会很大的帮助，这是男人容易受到的试探。我是以男人的身份说的，男人很容易这么做，太重视真理忘了爱心。所以我很喜欢今天早上的祷告，我们必须纠正教会错误的教导，但是要凭着爱心去做。要取得这个平衡不容易，女人很容易太重视爱心忘了真理，男人很容易太重视真理忘了爱心。男女确实互相需要，上帝创造男女是要互补，这不表示人人都得结婚，不表示只有配偶能帮助我们。耶稣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结婚，但是却和女人维持完美的关系。他珍惜女人，帮助女人，也容许他们来服侍他。但是耶稣他仍然遵守男女该有的角色和责任。希望这能够帮助你对男女的差异有正面的看法。男女的差异确实是好事，上帝创造许多不同，让世界多样化。上帝他区分光明和黑暗，他区分陆地和海洋，他区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都有平等的尊严、败坏和归宿。完全平等，但却截然不同。所以需要上帝不同的嘱咐和不同的引导。使徒约翰便给了这样的引导，两者都要兼顾，女人需要兼顾爱心和真理，男人也需要兼顾爱心和真理，这才是正道。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卷书信，两封信都很短，这两封信很显然是同一个时期写的。这两封信有一样的模式，这个女士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也许她的名字叫柯利亚，希腊文的意思是女士，也许这是尊贵妇女的头衔，反正我们不知道她是谁。至于儿女所指的，可能是在她家聚会的属灵儿女，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两封信有同样的大纲，但是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很有意思。两封信几乎一模一样，但是给男女的信息却大不相同。这里有一个大纲，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士的名字，其实我并不太想讲出来。不过这个男的他心胸狭窄，
他不懂得待客之道。他的名字叫丢特斐，多话傲慢又顽固，恐怕也喜欢大权在握。他想保护自己的这个小教会，所以他不肯让外来的传道人抢他的传道人风头。约翰吩咐他要接待迪米丢，这是他们所认识的人，很受大家的肯定，可是却遭到丢特斐的排斥。约翰吩咐他们要接待他，他是个很好的圣经教师，不要拒绝接待他。以上谈的是约翰的书信，最后我要谈约翰晚年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是教会文献记载的。从这两个故事最能够看出约翰坚固爱心和真理的态度。约翰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坚守真理，绝不妥协，这点从约翰一书可以看出。若有人怀疑基督的身份，他绝不容许。但是他又是一个最有爱心的长者，他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爱他，结果他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下面是他的两个故事。约翰年纪老迈的时候，天天有人抬他去教会，他们用一把特制的椅子，像抬轿子一样，把这位年老的使徒抬到教会。到了教会，大家会请他说几句话，他就坐在前面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他们再把他抬到会众席上，下个主日他们又把他抬进教会，又问他有没有勉励的话，他说有，他们就把他抬到前面，他又开口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们再抬他到会众席上，下个主日又问他有没有勉励的话，他说有，他们就把他抬到前面，他又开口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大家开始觉得他会不会是年老健忘，每次都讲一样的话。后来他们都听烦了，有些人老爱讲同样的话，听了确实让人很烦。在英国北部有个长辈来参加祷告会，每个主日早上他都祷告说，主啊，清除我心中的蜘蛛啊，每个主日都这样祷告。最后有个年轻人忍不住就大声说，主啊，求你杀死那只蜘蛛吧。相同的人一直讲相同的话，的确是很容易让人听烦的。你们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最后他们忍不住就问约翰说，老师，这个称谓很有意思，老师，你为什么老是讲这句话？他说，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很美吧？他们也经常抬他去罗马的公共澡堂帮他洗澡，很贴心对吧？有一次他们把约翰放进水中，约翰在池子的另外一端看见对面有一个人，那个人是当时有名的假教师，在各个教会教导错误的信息。约翰就说，让我起来，我不跟那个人在同一个池子里洗。他们只好抬他起来，结果他那天没洗澡就回家了。约翰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但是他也非常重视真理，了解吗？这就是使徒约翰。其实很不可思议的是，耶稣第一次见到约翰的时候，约翰的脾气非常火爆，耶稣还叫他雷子，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字。雅各和约翰当初都是火爆的性子，所以耶稣称他们两个人是雷子，两个雷子。约翰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当他们经过撒玛利亚却没有人肯接待他们，他就对耶稣说，你若允许，我们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你看看。可是后来约翰的改变非常的大，他的本性是爱斗气耍心机。他的母亲有一次来找耶稣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请让我的两个儿子做大卫。另外还有一次，约翰和他兄弟又在谈这件事，别的门徒就觉得嫉妒，因为他们兄弟俩打算夺取天国中的大卫。但是到了晚年的约翰却能够兼顾爱心还有真理。
耶稣真的有办法改变人心，所以约翰才能够写出在耶稣里的人不能继续犯罪，他们必定要改变，要越来越像耶稣。以上谈到约翰的三卷书信，下面还有两个单元，然后新约圣经就全部讲完了。我们要看一封短信，犹大书。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次再来跟你们谈犹大书。